天桥风云 Project Runway 的两个头面人物 Heidi Klum 海蒂克鲁姆和 Tim 甘蒂姆古恩两人宣布退出这个合作了16季的美国知名时尚类真人秀节目，选择一起去为亚马逊 Amy 本做一档新时尚真人秀。新节目更多信息尚未披露。Heidi Klum 海蒂克鲁姆和 Tim 甘蒂姆古恩 Heidi Klum 海蒂克鲁姆从1992年一开始参加选美比赛，1998年海蒂签约成为维多利亚的秘密专属模特，后逐渐步入影视圈，并在美国电视剧《欲望都市》中担任女配角。2004年海蒂以执行制作人和主持人的身份主办节目《天桥风云》，又名《天桥骄子》。两人离开《天桥风云》的原因据称是与新播出房 Broadway 没谈拢薪水，此前节目在 Lifetime 19已就薪水有摩擦。